是京瓷株式会社的张伟健，我大学的专业是化学专业。 My favorite engineer is my friend 苗苗，他虽然工作很忙，加班也很多，但是他和所有的工程师一样，有着很高的专业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并且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，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。 And that's why I love engineers.